广告，广告。腾讯视频 v.qq.com 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，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，使用客户端播放更稳定，立即下载错误码 xxxx。我要反馈暂停，下一集0:23直播，1:23弹幕，高清 480p 标清 270p 倍速 0.5x 1.0x 1.25x 5x 2.0x 倍速播放，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，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广告，广告需根宝。我的子弟不需要刻意的安慰，偶尔会开导无泪 50%、75%、100%、0737 Steve 播放模式 HTML5HD 分辨率 1920x1080 视频框高 848x480 音量 50% 视频协议 http://cdmv.hotakami.video.com 下载速度缓冲，质量帧数错误码版本号 3.4.37 2018年7月21日15:01:57播放流水 BD0953FFR3161D5A8E2B291D519F03702001 本地日志，点击下载，点击清除。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徐根宝。我的子弟不需要刻意的安慰，偶尔会开导无泪。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rrpushv 的 Y0737 Steve ing http://inews.gtim.com news app ls0469077699464040 点视频徐根宝。我的此地不需要刻意的安慰，偶尔会开导无泪，时长约1:23。腾讯体育8月5日讯，据悉已被俱乐部洛尔塔官方消息，徐根宝将俱乐部卖给了一位来自马德里的商人，徐根宝不再是洛尔塔的所有者。悉已被俱乐部洛尔塔官推发布官方消息，徐根宝不再是洛尔塔俱乐部的所有者，他将俱乐部卖给了马德里商人罗贝托托雷斯。此前洛尔塔深陷经济债务漩涡，俱乐部已放弃了参加新赛季西乙 B 联赛。下周一，新老板罗贝托托雷斯将向西班牙足协提交新的发展计划。2015年11月13日，徐根宝收购西乙 B 俱乐部洛尔塔，意欲以崇明根宝模式圆自己培养世界级球星的梦想。2017年5月28日，洛尔塔在2016-17赛季西乙 B 升降级附加赛击败阿尔瓦塞特，史上第一次晋级西乙联赛。不过仅仅一个赛季后，洛尔塔将降回西乙 B 联赛。俱乐部一直存在比较严重的财务问题，洛尔塔俱乐部曾被财务官员斯克公章盗用徐根宝签名签下巨额合同，使得俱乐部财务亏空越来越大。罗贝托托雷斯买来俱乐部后，将试图说服西班牙足协让洛尔塔继续留在西乙 B 联赛，而徐根宝的梦想则要告一段落了。牛牛